关于泰山的讴歌有很多，会当凌绝顶的千古诗句，文人雅士的悲节时刻，变化多端的云海日出，当流连于醉人的自然风光，探寻跨越千年的精神家园时，你可曾注意到擦肩而过的那些普通人？可曾体味到这座大山另外一面的模样？这一次，让我们用三天时间走上泰山之巅，一起去看看你熟悉的那座山上不一样的风景。在上山的路上，我们遇见了一对挑山工，有20多人。像这样大规模的运输现在并不多见，趁他们休息的空，我们赶紧上去和他们聊聊。都一盆累了，流汗了，把衣服啊脱了放到大地上，坐下就地坐下歇歇。哎，歇一会儿呢，休息好了呢，我们都得启程，得继续走，把活儿运到目的地。大约嘛是歇4次至6次。哎，这整个路程是从中天门到目的地3.5公里。哎，行了，都走一会儿，咱得拉呱哈，都等着我的啊。刚和我们说了两句，挑山队又得继续出发了。因为冬天气温低，身上的汗凉下来，非常容易感冒。休息时间不能太长，每次只有3-5分钟。这是挑山队新年后的第一个大活，从中天门到山顶将近4000级台阶，整个运输过程需要4个小时。运输的货物是一台重达700多斤的信号发射机，属于精密仪器，所以得格外注意，千万不能磕碰。慢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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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。好，拉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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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，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冯骥才笔下的泰山挑山工，他们的形象被写入了校园课本中，刻进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里。在泰山，挑山工这个职业已经延续了上千年。虽然现在修了上山的索道，但是中天门到南天门沿线除了人力以外，依然没有其他运输方式。像这样大型设备的运输还得靠挑山工。你再好的地方得需要人去建设，得需要人，哎，也是为泰山，也是负债务，也是挣点钱。挑山工的工资是按距离和重量来计算，多劳多得，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，相对比较自由。他们大多数都来自泰山周边的村子，在外人看来，这是一份过于艰辛的工作，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在山上干活吧，你干时间长了，他都对着泰山，哎，他你想不回来都不行，他都心里管管的，还是上泰山好，还得山上好。咱这份无恶之仇吧，在泰山干活感到很心的，很骄傲的事。作为一个挑山工来说，感到很自豪。那时候，反正那时候个人看不起俺挑山工，挺累的，但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挣钱挣的比那个下边干庄工啊、打劳务啊。20多年前，梁思成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泰山做起了挑山工。他靠着这份工作养家糊口，赡养父母，供孩子读书，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换来的，虽然辛苦些，但活得踏实。那您现在挣的这些钱最大的开销是花哪儿了？最大开销你看一部分留一点，有因为有病了，那就补贴补贴家，补贴补贴孩子呗。孩子我就当爷爷份了，当
爷了，给孩子担着，啊，还给孩子担着呢。你给孩子担着啊！你看，花挣了钱花不了，给孩子担着。在挑山队中，梁思成算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，但是他依然闲不住，心里一直想着多赚点钱，存起来，将来供孙女儿上大学。一家里团结一起，就发家致富，那还行。你不光是说，我觉得孩子结婚了，我啥事儿没有了，是吧？咱也得工作，也得挣钱的，咱生活的越想越过越好嘛，是吧？你别的你要懒惰了，别的你看不起，还得干，还得加油干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刚歇了几分钟，跳山队又继续前进了，步伐依然坚定，脊梁依然坚挺。120啊，120，有没有呼啸？有没有呼啸？下边那个快，顶上那会儿快啊？顶上那快，顶上那快，顶上那快，要顶上那下来。哎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你下来我就看到你了，我给打电话，行吗？你抓紧。上午十点半，在上山的路上，我们遇见一位昏迷的病人，他没有意识，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，情况非常紧急。在拨打了求救电话之后，山顶的医生和消防队员以最快的时间赶到现场，开始对病人进行抢救。120上赶上来不及。我120人。我操，他的意思是叫你上下晕倒，他没上下上下脚在对头。他的意思咋？等会儿吧，稍等会儿。昏迷病人的脉搏越来越微弱，病人晕倒的位置，车辆和缆车都无法到达，山上的医疗设备也非常有限。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人工担架把病人抬到中天门的救护车上。现在半个多小时了，没意识。行，好嘞，明白了，好。那您往下走，我往下走。哪有两根跳啊，对，有劲。当时什么情况？有家属吗？来，咱抬着走吧，咱有呼吸，先上车。一二七。好。把病人送上救护车后，消防员们收拾好担架，默默地离开了。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问他们的名字。我们最想的就是，心里边想的最多就是快。其实一直到送上救护车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这个人还能再抢救一下。每一期间，每一次救援，每一次救人，我们面对被救者的时候，我们都想着这个人，我就是想怎么样快点醒过来。像这样的救援，在旅游高峰期，最多的时候，他们每天能跑十多趟。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小伙子，常年驻守山顶，他们和死神搏斗，和时间赛跑。让我们对着他们的背影说声谢谢。泰山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，倾角70到80度，共有石阶1600多级，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，尤为壮观。但这对挑山工来说，要想成功地把这么大的货物运上山，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。咋不热来着？哎呀，不多事情，你整的拉不动，我看着。来，收。得有持续的毅力，还有你持续的耐力，还有这个坚定的决心，
哎，就是必须把这条子活，必须要担扛起，就和冲锋陷阵一样，第一个冲到顶的，这都是勇士。石头给你拧不开，什么石头我给你打不开了。泰山挑山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，可现在只剩下不到20人了，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，而且很少有新人加入，偶尔来个人干两天坚持不住就走了。就是年轻的现在他都不干了，你给1000块钱一条他也不干，因为第一他干了个活他有一种羞耻的感觉，你现在年轻的哪有干这活的，都想着挎着个电脑穿娃的西服革履的，穿娃的好好的，进个宾馆进个饭店当个小老板，开个车干那种比较人看得起比较黑人物的那种工作。哎，你想这样的话拿着个单子，他和这个身份他不相符。人现在都有这么个观念，哎，要是活得漂亮，哎，我们这一批下去也得算是一番，也得真没人员。虽然人数减少，但那种精神早已和泰山相融相生，成为泰山精神的最佳注脚。性实在，不空谈，肩负重担，连躺汗珠，步履沉稳，目标坚定，他们一肩扛风雨，一肩挑人生。小凤，你扔，你是我小凤，这边扔不起来。哎，慢着，咱就慢着放。哎，慢着啊！小凤啊，咱把那个绳子扔过去哈。来，你扔。下午4点，在天阶下的悬崖边上，我们看到几个正在清理悬崖垃圾的清洁工。慢点啊，需要底下打话啊。这些都是一些不太注意的游客，因为这一溜盘道这个垃圾箱布得非常密，但是他有一些这个不太注意的游客呢，随手就扔下去了。因为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呢，没法下太滑，为了安全，这不是雪化了以后再下去再捡这一次，所以垃圾就有点多了，因为平时没这么多，主要是这场雪给带过事了。你像最下边的那个垃圾怎么弄啊？哎，这个也得捡，想办法尽量的都得把它补上了。如果要绳子不够就得接，继续接，再接上它，差多少米再接上一段绳子，也得下去勾起来。泰山悬崖坡度大多呈90度，落差又大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惊胆战。但是张兵和同事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要3次下悬崖进行清洁工作。你像塑料袋手一松，遇见山峰就挂在老远，挂了这个悬崖上了。这样的工作虽然危险脏，可这都没有人干。从后边来，好，等等啊，来，现在就害怕吗？害怕，下雪，说是这后天下到雪滑滑，他这个脚抓不住，很费力。头两个月的可那个脚有了，就是因为下雪。对，到现在这个脚还不敢使劲。泰山山顶每年产生的垃圾将近2000吨。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随手一扔，清洁工们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捡回来。爱护环境，不乱扔垃圾，这既是手下留情，也是为他们降低一份风险。早上5点，天还没亮，日观峰上就已经聚满了人。很多游客爬了一夜的山，就是为了能看一次泰山日出。那是来了吗？哇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出来了。今晚上10点开始爬，爬到现在。我爬上来的时候已经快晕了，我不行。他一直照顾我。
高一的时候一直在一起，一直到这儿。临近开学，这对高一就在一起的小情侣悄悄地相约来爬泰山，两个人是异地恋，一个在石家庄，一个在西安。这次你们两个人出来，爸妈知道吗？哦，我爸妈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。嗯，知道。就是想让他，就是大三大四在那个啥。什么呀？他们想让我读研。读研，然后再搞对象。学习期间不能那个什么。你手机上看看。学习时间不能谈恋爱。对的。啊、没和他们说吗？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说？嗯，我觉得现在你给家长说了以后，你看双方在互通往来一下，哎呀，好害怕！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，我还年轻呢，我才18岁。等我考研了呗。哦。等他考研结婚呗。对。有啥就咋了？就这打算。那等他读完研究生，还得等好几年了。三年，对。读研四。3年我28我得等。啊，他等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不着急。今天他们是幸运的，因为泰山的日出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。希望8年后的他们还能相约在一起看日出。我本来以为看不到日出了嘛，没想到能看到日出，然后还看到了彩虹。第一次上来吗？对，我是第一次，他是第二次。我是第二次。第一次和谁一块来的？第一次和我对象。上一次爬泰山还是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来的，因为父母反对，就在1个月前他们分手了。其实现在他还是没有放下，老师跟我说他上次来跟他对象的事情。就是希望他以后要好好的，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一定会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另一半，也会好好对他，好好爱他，就这样。因为今天看了天气预报是多云嘛，还以为看不到日出，没有抱那种心态，现在居然看到了日出，还看到彩虹，就很开心。告别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其实生活中的阴霾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，新的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。照相吧，照快点啊！快想到吧？照相吧，快想到吧？照完个几位啊？照相吧。今天拍了几个？拍了4-5张了吧？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。你看挺难拉的，现在这个智能手机非常普遍，有些东西自己都找，不像我们找的。全我们的生意了，现在是智能手机。1994年，孙兆林走上泰山，从事拍照这项工作，和五岳独尊这块石头打了20多年的交道。要说泰山上的景色有人比他拍得好，他肯定不服。但我们这个摄影就是搞艺术的，是吧？就是个艺术性的。作为泰山上少有的艺术工作者，照相也曾是一份让人十分羡慕的职业，手里拿着照相机，绝对是身份的象征，很有面儿。20年前，要想在这块石头前让孙兆林给拍张照，光有钱不行，那还得排队。可现在不行了，要想有生意，就得不停地吆喝。照吧，照相吧，照快点啊！快点相，照吧，照相吧，照吧，照相吧，照快点啊！照吧，照吧，照相吧。照相吧，老师，照快了吧？快相照，落差很大。你反正不管什么行业，都是有鼎盛期，有衰败期。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到了衰败期了。在吆喝了将近2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有游客主动打招呼了。多少块多？有10块，有20的，找多大的？10块，找的10块。十块钱，你找大点来，大点吧，过来来，过来来呀、啊，这个地方最重要，五岳独尊上人民币的，过来来，五岳独尊嘛，三山五岳，五岳之首，都咋样了？都咋上小的？
哎呀，好疼啊！翘首期盼等来的顾客却只是问了问价格，生意还是没有谈成，他只能继续吆喝。烧香吧，来着快点啊！找吧，给几位。烧香找不着。临近中午，上山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在吆喝了几个小时后，孙兆林的功夫没有白费。好嘞，好嘞，这边这边。别动啊！来，一二，对对对，在这儿啊！哎，这里清楚吧？哈，看见你了。别动啊！来，一二，好，给小朋友站着个吧。来，一二，哎，你站好站直，好，看我啊！好，小伙站着个，我们这里睁大眼睛啊！有生意就高兴啊！不管见鬼，有生意的高兴，给他们找好了，游客高兴，我们也高兴，说明我们的技术也达到高水平，是吧？也是一种快乐。你想干了二十多年，我们对泰山也是很有感情的。泰山养育了我们，同时，这个我们也宣传了泰山。二十多年来，孙兆林为无数游客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，自己却没拍一张合影。不久后，他就要当爷爷了，他得离开泰山，下山看孩子。在离开之前，他让我们帮他和五岳独尊拍了一张合影，纪念他的这段平凡岁月。下午两点，在山顶的信号铁塔下，我们遇见了几个年轻人，他们是泰山616电视转播台的员工，正准备对信号塔进行检修。基本上每个季度至少检修一次吧，如果出现故障，那是临时加班也得上去检修。这个信号塔高70米，想爬上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就是如果这上面的设备坏了的话，就我们这山下就是面向农村的那些，它呢用那个天线接收的，就有可能接收不到，信号不好。泰山转播台始建于1963年，时称战备编号616台，主要承担模拟电视节目、数字电视节目和调频广播的转播任务，覆盖范围北到德州，南到济宁，西至聊城，东至沂源。山上的信号设备需要常年守护，高山就是他们的家。这鸟窝经常有吗？经常有，经常有。这个大的鸟窝啊，这些鸟飞来飞去，容易碰到天线，这样不安全。你定期清理啊，这个？对。今天的天气算好的吧，今天风小，有风很大，那时候就是在上面，感觉这个铁塔就在晃。山上的天气多变，在塔下的时候天气还很好，可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，山顶上就刮起了风，下起了小雪，而像这样的天气他们经常遇到。有些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总需要有人去做。常年封闭的环境下，正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，才让更多的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上午11点，在通往玉皇顶的台阶边上，我们看到两位老人，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坐在路边的石凳上休息。哎，你们是从哪儿过来呀？从济南，我老家是德州齐河。哎，我父亲吧，他光从家里，就是领他出来玩玩。88。您呢？我68。孩子都上班，我有时间。这么着。叫我父亲出来看看，哎，那儿你们放心吗？哎，放心。
不知道多少。这谁也不知道，那不在一个窝住啊，离着俺二里八地了。不敢说了。为什么不敢说呀？为什么不让来啊？就碰法，我跟俺父亲身体吃不消，孩子忒忙了。不能上学。对。小子还得上辅导班儿，对吧？人家俺父亲这么大年龄，人家想开了，人家想好，他忙他的，咱有时间咱就玩玩，这怎么着？为了不打扰儿女们的生活，这对父子一大早就买了汽车票，从济南偷偷来到泰山。前段时间，68岁的儿子身体刚刚做完手术，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和88岁的父亲相比，从儿子的爬山速度来看，明显要更吃力一些。我生病的时候，我老伴从坡上躺着，没法动。那谁照顾你老伴？我父亲，一口水一口饭，喂他，走了。哎呀，走了也。解脱了，因为没了病，光躺了坡上。我说你，你俩钱也花了，孩子也那个尽孝了。咱俩不也是这一辈子哪有容易事了？光在好时候呢，老时候也得受啊。你不受冤吗？有些事吧，还是我父亲劝我。因为嘞，有些事我从这个圈里头啊，一直走不开。现在吧，好多了，能那个么，从这个拐圈里头能慢慢的出来了。就是我老伴死了这个拐圈，我父亲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叫尽孝啊？叫他开开心心的就好，真是这是。忙了大半辈子，到了68岁的年纪，终于有时间陪父亲爬一次泰山了。在山顶停留了几分钟，为了赶回家的汽车，他们就匆匆下山了。在路过五岳独尊的石碑时，他和父亲拍了一张合影。下山要比上山难，希望他们能平安到家。疼，跟着疼啊！屁股这块疼，但跟着疼，能不疼吗？爬上来，当你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你就别想放弃，你就别想那种放弃的那几个事儿或者理由。你要努力往上爬，因为山很高，但你人站在了山上，你就比山还要高。上来，就上来了，加油！哎呀！生活就像爬山，站在山下永远看不到山上的风景。遥看目标看似高不可攀，其实每向前一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座山，它能让我们在任何时刻抬起头都能看到希望和方向。当我们努力爬到山顶再回头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路上遇到的坎坷早已无足轻重，这一刻，山就是你，而你就是最美的风景。